它是粉丝非常关心的一头狮子，也是克鲁格现存的一个奇迹。只因这头雄狮拖着残缺不全的身子，在危机四伏的萨比森丛林顽强地生活了四年之久，而且还接替了死去兄弟的位置，勇敢地应对荆棘马雄狮的挑战。他就是 NW 雄狮联盟的成员破肚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传来，他腹部裸露的肉球掉了。他此时正在经历着师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考验。几年前他在狩猎过程中被野牛角顶破了肚皮，没想到他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并和兄弟们一起上位称王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一方霸主。这次又遭遇变故，虽然营地的兽医及时处理了伤口，但看起来还是触目惊心，不容乐观。目前他已经无法继续狩猎了，暂时依靠兄弟们捕食喂养，希望他的伤口能尽快痊愈。再次出现一个奇迹，